刘梦君要请教老师的，就是有关以前是伫花卉的蔬菜，啊，伊拢是使用着苏力菌、黑将军、苦楝油、细藻土加这黏体，但是三冬过了，伊发现讲嘛是有抗药性。另外呢，目前因为伊住伫桃园，温度呢最近拢降到16度左右，使用吼菌根菌加龙鳞菌来压，敢有效果？过来想问老师的是，有关苏力菌会当杀死掉吼，这叶道哦叶道虫诶幼虫吗？一般建议的浓度是偌济？因为感觉讲吼，今年这亚毒虫呢就怕。这个可能真济吼，咱啊今年拢会感觉虫足恶个吼。啊，唔是干呐，即个叫虫足恶个吼，唔是讲干呐啊，即个叶道虫吼，即甚至呢啊，即种恶菇啊吼，即今年啊，即个有诶伫种即种挂菜种较早诶，都种落吼，咧甲伯啊讲，阿娘诶吼，即拢累死诶吼，规个拢食甲空空，啊，毋知为对来，毋知为对来，因为即个啊。这种天气较干燥、较无落雨的这关系吼，这虫的这问题呢会比较多一点点哈。那么目前就是讲，这苏力菌、黑将军吼，大概咱咧用的时阵呢，在杀虫这部分呢，可能就是用就是伊啊啦哈。那么甚至利用这个苦楝油加细藻土，差不多哈，差不多就是这个极限哈。那么啊，你讲这个虫会产生抗药性吗？吼、哦，这没啦吼、哦，目前无这个啊，无这种抗药性的这个产生病，讲像这个黑将军吼、哦。那么黑将军呢，其实也是对它吼、哦，包括这个苏力菌吼、哦，这个、啊，佮起起来吼、哦、啊，目前这个抗药性的这个记录吼、哦，这个、好像是。啊，是没有的吼、哦，所以呢，啊，一般来讲，你唔免去担心吼、哦，大概就是讲，咱会去啊，去用这个物件吼，即、哦、用这个物件呢，即可能就是讲最主要吼、哦，最主要，伊个一个较无这种抗药性的一个啊，这个三星吼、哦，比如讲像这个苏力菌吼、哦，这林氏木呢，啊，这专用的吼、哦，就是即个专家一样的这苏力菌吼，这。这是世界上成功的一个这种药吼，这已经控制这海棠呢，可能超过30年啊，吼、哦，所以但是就是讲有一挂这个慢慢吼，有的人讲啊，伊的一个这个抗药性吼、哦，这是不是有这个三星啊是安怎？但是目前个看起来啊、倒是还好啦吼、哦，但是。啊、其实还是伫这种有呢，有一些吼、哦，可能伊稍微耐受性较无遐尼啊好，但是你讲伊表现出来这种啊、一个抗药性啊是虾米款吼，倒是不至于啦吼、哦，所以目前看起来是安尼吼，所以啊、这个苏力菌吼、哦、也产生一种这个结晶蛋白吼、哦，以及对于这个。啊，咱啊，糖的一个消化道吼，尤其迄个昆虫吼，即鳞翅目的一个幼虫呢，啊，伊就较容易吼，即去造成伊消化道的即中毒，然后伊细胞表面的膨胀的即个破裂，肠道崩解，然后就翘起啊，所以佮看起来吼，大体上呢是没有什么啊，即、这个目前吼、啊，目前呢啊，即、这个只是讲伊即马就是即个族群越来越。多哈，就是讲啊，但是咱用的这个苏力菌啊，这种嘛愈来愈多啦哈，所以啊，目前来讲呢，就是讲这个苏力菌吼，你嘛卖定高机啦哈，就是讲那些晒啊，你嘛是加加啊，稍微就是多用2-3个安尼哈，这啊，这种有当时用这个，有当时用这个安尼哈，那么这通常是这款的这个经营哦，所以一般来讲。啊，这个苏力菌伊的这个菌株，这个范围真大，但是就是讲有诶可能啊，对这个斜纹叶蛾，对这个甜菜叶蛾，这亚毒虫这类较好，但是啊，伊有诶可能得对这个小菜蛾，对这个较好吼、哦，所以通常这个苏力菌吼，伊这专一性会较强吼、哦，所以不见得就是完全啦吼、哦，但是通常对鳞翅目拢有这个效果吼，拢、哦、有这个效果伫咧吼，所以这个咧用这种。咱咧用这种苏力菌吼，还是讲有呢？伊上重要就是要糖食着，比如讲我糖去甲食，啊食落爱食落巴肚底吼，即舌着效果较无遐尼好。所以伊上重要咧转这个苏力菌的时阵，含咱咧转啊，即红地毒的药啊较无同款，咱拢转较足淡的吼，
这塑料捆这，你顶落顶落涂骹都无效啊。哦，所以实际上你爱家己啊，这个叶就是讲，卖互伊真紧，伊会当吊伫这个叶边，啊，卖互伊顶落伫啊，伫这个涂骹吼，安尼通常的。啊的效果就会对我较好淡薄安尼啦吼，所以这转这塑料捆有这个啊这个要点安尼，佮一个就是讲这个塑料捆咧用吼，这因为毒蛋白，所以这种物件尽量伫较下晡时来用吼，卖伤油安尼吼，卖伤炸吼，这去烹饪呢，通常是较无人遐尼好。那么市面上目前就是讲蜜汁土药吼，这种主要的一个这个物件，还是讲像咱台湾国产的这拢会当去用吼，你来甲轮连这个啊，这塑料捆会互伊较复杂小块吼。这啊有当时啊，你会当两种吼，这有较差，阮就把安尼做，甲两种塑料捆连做伙啊，这个悄悄的啊做伙用安尼。哦，啊，这效果呢啊，有时候会比你单一用一种的这个效果呢啊，会比较好啦吼。啊，所以这一般来讲吼，这个呢啊，会比较好。好一点点啊，呢吼，这基本上是这个得力啦吼。那么目前吼，有的人讲这有的有这个抗药性啊，是虾米款吼？这你通常啊、个人的一个这个建议啦吼，就是讲你单一的吼，比如讲我加两种吼，两种加蓝色会通常会比另外一种搁较好呢。比你单独用一种塑料捆较好吼，这是阮啊，有时候用到没有办法吧。我当下转家真正无法哩，因为你纯粹要用这个药呢，确实客家物件咧处理呢，会有一定的难度。当然，搁一个上重要就是讲啊，会当把这个成虫甲围起来，卖因为啊，你今年你会感觉讲这个亚多糖足严重的，有可能就是因为。你其实你个抓已经有控制掉了呀，但是包围个背来，啊包围个背来，足济，因为你这无啥物药啊嘛，所以总爱背来，啊所以的变做一个，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困难啊呢，吼、哦，所以只有你修啊做一个这个了解点吼、哦，这基本上呢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哈、哦。那么这个黑将军吼、哦，黑将军比较能耐一点点吼、哦，就是讲伊较耐热啦吼，但是呢。啊，事实上，这种嘛是尽量卖拍日。啊，黑将军伊就较无同款，黑将军伊蛇鬼伊割掉身躯，伊就会去感染。哦，啊，所以如果伊那是食到苏力菌，还是黑将食有伊拢有食到，伊就会较伊个肠道的较无烂，啊，伊个身躯个黑将军伊感染，真紧伊个糖就死。所以这两种咧混合使用，效果会特别的好。哦，这原因是安尼哈。啊、另外一个是搁一个问题，就是讲目前你这个温度已经降到16度，16度其实还是气温呐吼。咱土壤的这温度其实还好吼，都会在20度以上，甚至可能超过25度以上。所以这个物件没有什么问题吼，这种凝菌吼，这个大概呢啊都还有吼。我甲看起来就是讲。土壤如果低于8度的时阵，大概这个溶磷菌呢，这个活力就会啊，15度以下伊的一点，甲8度的伊的迄个活性就会差很多啊。所以这当然是较低温的，但是土壤8度的气温内底可能的存活要接近0度啊，就当下这土壤也蓄热哈。所以土壤通常啊，这个尤其咱啊，佮有看塑胶布吼，即有当时啊，啊，伊个温度就较袂了，所以这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影响吼、哦。所以包括菌根菌嘛，是一款的这些得力哈、哦。不过呢，啊，我佮佮你强调一下，因为你那是种十字花科用菌根菌吼、哦，这个是不对的哈、哦。你一定爱怎样的，就讲咱你得佮你强调的是，这个十字花科的这些蔬菜用菌根菌是不好的，唔是讲不好啦，无好啦吼、哦。啊，你就唔免佮加无用的，但是你那是。啊、这个除了这物件以外，吼、哦，这个啊，菌根菌上大的一个这聚忌讳，吼、哦，就是讲啊，因为伊较无这种的这个对十字花科伊就较袂去感染，然、哦、后这咱啊，小知影者啊，其实咱伫试验内底现科吼，现、哦、采这种吼、哦，啊，这个效果也没有特别的这个，所以咱通常会去家己啊，注意的是讲。啊，比如讲咧用的时阵吼，有一寡较袂感染的这种吼，十字花科内底可能是一个上介普遍吼，最普遍的就较无这个吼，比较不容易来改啊去感染的这个所在安尼吼。那么这种伫这个吼呢，有当时啊吼，
那么在一些这个作文吼，它很特别的吼，比如讲，咱在大自然内底有几种吼，比如讲山啊吼，山啊伊就容易接菌根菌，但是山啊若无菌根菌，伊就爱死啦，它活不下去。洛梨嘛，做个嘛是接洛梨接菌根菌效果嘛就好，伊若无菌根菌，伊嘛死。所以你咧种洛梨，咱拢甲伊讲一定爱用菌根菌，这個、原因就是啥？隔壁。过来就是调剂吼，树熟然后树枝，有诶讲调剂这种啊盐吼，这种呢，这你得爱，这种伫即个那无菌根菌，还是讲无伊诶一个啊相关这种类似诶即个菌根菌诶一个共生来讲呢，伊通常都无法度正常诶一个即个成长吼，即通常影响伊成长足大。那么个另外一种就是讲有也好，啊无搁较好哈，有当然是足好，啊无呢，他好像也不会的，袂像咱拄只讲的咖啡啦、洛梨啊、调剂，这些这严重，他还是可以。那么这种呢，比如讲像豆啊，比如讲番麦啊、芦笋、长头啊，这种若有接菌根菌效果特别好。啊，若无接也没有什么关系。好、哦，这通常是啊，大概有分这几类啦吼、哦。那么包括有一挂，比如讲像这个葫芦科吼、哦，这种呢，这效果呢，这通常。啊，就特别的好哈，果亚类哈，果亚类接菌根菌的这个效果呢，啊，其实咱伫豆啊内底吼，最近这几年甲看起来，豆啊咧用菌根菌呢，其实也是无敌的哈，这效果呢，啊，都很不错哈。那么啊，伫蔬菜方面，当然茄科、葫芦科这应用是比较较济，其他吼啊，咱伫这个试验内底有真济这物件吼，它大概就比较不容易。来讲你无必要吼，比如讲十字花科啊，这种呢啊，你都免阁去接种啦吼，就不要白忙啦吼。来讲啊，目前甲看起来是没有什么特别这个有效性啊呢吼。啊，所以这个你稍知影，这咱大概拢会甲你稍微给他说明一下。啊，搁一个就是些苋科苋菜，哦，苋菜这种呢，啊，这嘛较无法度接这个菌根菌，啊，这种就不要白忙，就是讲卖辛苦啊啦吼，不要给他啊那么的辛苦哈、哦。这大体上呢是这样的一个哈、哦，这啊、最主要是这个得力啦哈、哦，这个咱听众朋友哈，稍、哦、做一个这个参考哈。哦那么问题大概是这个样子哈、哦，所以呢，这温度上哈、哦、应该影响不是很大哈、哦。那么这个苏力菌是不是也当胎这个叶稻虫的这幼虫？一般来讲拢是 A 哈、哦。至于讲你这个啊，这个倍数得爱看你用的一个这个啊，你所用的一种这个哈。哦即个效果啦，比如讲啊，你用的品种吼，你用的即个物件是啥物，所以大概吼，咱常常去问下偌济即个倍数，就是适当的还是安怎吼？即通常都是爱去啊看咱用到的一个即个物件吼，那么来用啦吼。所以基本上呢，那么是较无法度讲一定的一个，因为即无同款的一个即个。啊，这物件伊所用的一个这个倍数吼、哦，这倍数呢是啊是无啥没有什么咯相同的一个这个有一点啊无啥共款吼，所以这多数得爱去看卖下者吼。那么这个咧用这种苏力菌吼，够一种吼，够一种就是有个人咧含苏力菌擦，你放擦擦的啊，互放互冷吼，互凉凉，然后敲这个啊敲这个苏力菌吼，敲这个苏力菌。啊，悄悄的，然后甲藏伫迄个虾伫脏边迄只遐，啊，伊会去食迄米坑啊，米坑管顶有这苏力菌，哦，啊，这种对着一个这个甜菜叶儿有无？吼、哦，甜菜叶儿，吼、哦，甜菜叶儿伊通常是为这个土下底锁起来这种的，吼、哦，所以啊，这个伊通常的有一个这个较歹去甲抓着。对吧？啊，伊嘛较歹去，所以你啊要会当来用安尼啦吼。所以目前伫这个斜纹叶蛾来讲吼，也多糖吼，多数咱是拢用这个啊，这种差不多日本迄间公司的啦吼。大概呢啊，我个人是较爱用这个吼，这种这个啊，这种吼，大概有两个嘛吼，同一间公司，同一家公司有两个产品，这对甜菜叶蛾呢啊，这个我个人的效果。我个人认为效果不错哦，通常是稀释，这种的就稀释一千倍啦，吼，这里大概是会当去用吼。那么，够一个是这个在咱那总共全这物件拢全较袂倒的时阵吼，是不是会当去
去找这种核多角蛋白哦，这在台湾很难去，好像推的不好哦。你大陆足济啦，真正是哈啊，我一直觉得效果还不错哦，所以啊，这个用这种核多角蛋白，你若甲染正经若是怎较袂好势时阵呢？啊，是不是你当去甲染这种物件吼？核多角蛋白啊，你问我讲要去对买吼？我真的不知道告诉你哈，我唔知道要甲你讲啊，这物件要去对买吼？这有时候呢，就是很难然后伫台湾真普遍的物件啊，伫大陆不一定有啊，伫咱啊，伫大陆做普遍，伫台湾嘛不一定得做普遍哦。所以几家几家无啥共款吼，啊，因可能有一个啊，这种政策上诶，一个有一挂老师啊，伊的政策上诶，一个改支持，所以这种核多角蛋白做很多啊，啊，所以有人染这个物件落去用，所以你也是讲正经，若是真歹去抓的时阵啊，是不是会当去甲染这种核多角蛋白？哦，啊染这个去甲染这个落去，啊，这个、效果呢会更好。所以个另外一个就是拄则讲到，用两种无同款的舒立菌，哈、啊，比如讲平平要一千倍。啊，你甲两种悄悄的，两种染做伙啊，一千倍。哦，这种的一个，不是讲这个一千，这个一千，不是啦，就是讲甲两种染做伙，就是讲同一个，又啊甲转一种，转甲转两种的一个，这个舒立菌通常会比转一种效果搁较好。哦，你试看卖啊者，吼、哦，这真侪人是有这种的一个感受，啊，成本敢有较重无啦？哦，比如讲你本来爱转两包，你变做两包用无共白安尼。这个得力、哦、啊，你参考看卖啊，姐，吼，这大概是安尼使用的一个方式啦，哈、哦，啊，提供我哩做参考，哈、哦。嗯